大家好，我是陆向南，给大家录一首神曲，像我这样的人来自毛不易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喜欢的朋友呢，帮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，谢谢大家。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本该才能过一生，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？像我这样聪明的人，早就告别了单纯，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？像我这样迷茫的人，像我这样寻找的人，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，你还见过多少人？像我这样庸俗的人，能不喜欢装深沉？怎么偶尔听到老歌时，忽然也慌了神？像我这样懦弱的人，凡事都要留几分？怎么曾经也会为了谁想过奋不顾身？像我这样迷茫的人，像我这样寻找的人，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，你还见过多少人？像我这样孤单的人，像我这样傻的人，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，世界上有多少人？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，会不会有人心疼？像我这样的人送给大家啊！喜欢的朋友呢，帮我点赞转发，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我的直播间是13475，欢迎大家到来，每天晚上12点到早上6点。